好长时间里，我都重复着同一个问题。我不想再跟你在一起了。你做的很多事情让我根本就觉得我不了解你。我不是故意骗你的。我就是你。你这是前所未见。公司的人力资源总监故意出卖公司的商业机密。我们都应该选择更适合自己的路。